骄傲了。我是印尼人，我是要加大学学一职业高中的学生，我是二年级的学生，我是做媒体班的学生，我家在里博海吉的领路刘浩，我家有四口人，他们是爸爸妈妈一个弟弟和我。我是六岁了，我喜欢吃苹果，我喜欢吃炒面，我喜欢喝牛奶。谢谢，再见。大家好，我叫南迪，我是印尼人，我是亚加达社学一这里高中的学生，我是二年级的学生，我是多米提班的学生，我家在亚加达马拉迪罗社区好。我家有四口人，他们是爸爸妈妈一个妹妹和我。我是六岁了，我喜欢吃芒果，我喜欢吃面条，我喜欢喝茶。谢谢，再见。欢迎光临，请进，请坐。谢谢。这是菜单，你要点什么？我要点炒面、喝茶。好，请稍等。这是你的炒面、喝茶。请慢用，谢谢。请你加一首饮酒不甜。好，谢谢。不客气，慢走。欢迎光临，请坐。谢谢。我是小雨丹，你要点什么？我要点小年喝茶。好。小灯，也是你的周年，贺家，今晚呢？谢谢。欢迎光临，请进，请坐。谢谢。这是简单。欢迎光临，请进，请坐。这是简单。你要点什么？我叫奶奶，我是印尼人，我是亚加达社学一这里高中的学生，我是二年级的学生。Satu, dua, tiga.